是过后，我可以下一次再做过后花絮吗？我等一下再开了，过去了，上球，太阳至此。对，我是雨神，我们刚刚在赌看谁比较厉害。学长，你可以不要这样子。我起来，我起来，好好好。你是不是忘记我是日本人呢？而且这是你的年代的歌，我想想看，我什么东西可以一个人吃完？卤肉饭，一颗馅饼。卤肉饭可以吧？你听起来很烂呢。很烂呢，要不要下去？确定要找我吗？听起来比我还烂呢。用多少？你大概都可以吃多少？两碗卤肉饭，三碗可以，就加上酒的话 ，OK。仙草冰里面再加酒。啊 ，whisky 可以。谁要吃？很恶心哎。他以前在韩国留学。네저는한글만할수있어요옛날에캐면대학교에서공부했었어요喝了吗？果汁吗？果汁喝了一点是不是？你们刚刚去 Seven 有问我要什么吗？没有嘛？因为你是工作人员啊，我是工作人员，因为是工作人员的。今天的重点不是保护大家，也要问他需要。你知道？头会不冷？来，嘉义人刚刚买的果汁你都不知道吗？是有趴树的果汁你都不知道吗？今天记录一下我的生活好了，他的花絮就会都是我了。你一定要喝水，一定要喝水。好啊，他要喝水。水在哪？惊慌失措的经纪人。梦梦厂，为什么你的脸又更红了？你刚进去干嘛？没有啦，等一下就退了，放心。开机，我马上变白。你要跑马拉松吗？我看你这个穿着很像很有运动，补给站有酒精的。那我会参加。有啤酒的，有啤酒的，随便啤。来，西瓜甜不甜？西瓜甜不甜？虽然我今天是工作人员，但是还要适时的找镜头，合照不能少我。毕竟一加一不能减一。对，